好人好事代表们，在经过了昨天一天繁忙的活动以后，今天上午到故宫博物院参观。他们由故宫博物院的服务人员引导，仔细地到各楼参观陈列出来的历代文物。好人好事代表们对我国的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代表们一致表示，他们将竭尽力量为复兴中华文化而努力。在参观完毕以后，好人好事代表陈天佑并且以锦旗一面赠送给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聪。所有的好人好事代表将在明天上午再遇龙归。